规格就是这么大的。但是这么大的时候可以选多少呢？它有 A， 这是 A， 这个 B 嘛。如果你的管小的时候可以搞到最多五管，这样的，两管也可以最小。如果这个呢，就更多的了，明白没有？这里四个相当于两个这么大的在这里面，它就设置最多了很多管呢，二十管都可以。一二三四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点了 OK 的时候，它就会很多的来到这个地方。像我现在也选一个给它，只要你把这个这里选都是一样的，它就会我也选。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名称，都是一样的，它就认为你这两管是同一种物料。同一种物料，我们这里有个管，就是这样设置给它。这个嘛，你点击自动 ，OK。这里也有个 G001，它就有这样的功能了。这里没料，它就过来这边了，这样的。